痛不痛？酸痛是不是？痛！哎，你别扯我裤子！就算不上班，也要积极营业。现在开始打底。好像也不太需要粉底液的样子，你看吧，所以我只用花三分钟，膨胀了，很快。接下来呢，就是遮痘痘的环节。太羞涩了，太羞涩了，打个定妆。定妆的时候要翻着白眼定，这样会定的比较牢固。好的，现在要开始在脸上画画了。接下来到眼妆，怎么说呢，我就觉得这个妆就是今天晚上一天晚上待在酒店里，我就觉得有点浪费了。浪费了，我们可以浅拍两张照片。那我们今天做一个什么美甲？琢磨，不要太客气。做一个纯白色的波，纯白色的可以。去烤烤吧。嗯。哎呦，好亮！这个是加固，加固完了再封层。好了，我今天请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美容师来帮我刮一刮脸，就是颧骨的这个下面有一看，你看颧骨这个地方是不是凹进去的？嗯，就这里，嗯，是没有骨头的，就是颧骨的下面一点这个地方。三二一。酸痛是不是？痛！哎，你别扯我裤子，你别扯我裤子，给我扯了，快扯！我想哭。酸痛是不是？我想哭。就是朋友们，如果你们的脸就是这样，嗯，也是酸痛的话，代表你在水肿。真的，如果你没有肿的话，你其实不会痛的。整个按摩手法是从颧骨这儿，然后一直推，推到太阳穴的地方，然后定一下。哦，现在不痛了，没那么痛了。已经不痛了，是不是？我前面痛。这里不，这里痛。哦，你这样提，是不是？这里痛。妈妈，哦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我跟你说，但是你多按了两三天，你再用一样的力按就不痛了。但是我好丑，代表你消肿了。哇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越来越不痛了。我告诉你，所有人说我胖的，我只是水肿，我瘦着呢。哦，但是按的时候你们一定要用油啊，就是精油啊，或者是那种按摩油，效果会更好。OK， 哎呀，大家看一下有没有效果。哇，我等会就发个照片，快拍一张，你帮我拍一张。